就是 Percival 大卫的爵士的珍藏啊。看这中国馆还是人少，法老那儿一堆人。法老那儿都在那儿看棺材干嘛呢？中国馆还是少。今天是星期六啊，星期六都这么少的人。看这边有个飞青，这日本人喜欢这种飞青，就这个，故意搞一些褐色斑点。那个是个旋纹瓶，盘口旋纹瓶。上面爬了两个翅龙啊，上面两个牙子还形状不一样，看到了吗？故意搞的，一个低头，一个抬头。这种钧窑上面有红斑的，都属于上档次的。带红斑的这种钧窑是故意的，加一些铁。很少介绍这种定窑，因为定窑属于白瓷。我对这种白瓷啊，实在是欣赏不了。当然有一些甜白釉，像永乐的甜白釉可以，这是定窑的白瓷，还有德化白瓷。德化白瓷跟定窑还不一样。这属于替花，马未都先生就说这叫替花，还有刻花，还有印花，所以各种工艺都不同的。